大家好，我是庄凯勋。大家好，我是莫允文。怎么办？我站在这边比入围还紧张。放松放松，恭喜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，恭喜我也恭喜你，恭喜你。谢谢。嗯，那我想请问哥一下，你入围这么多次的经验，你有没有做过猜测？今天晚上最佳男女配角得奖的会是谁？哇，我觉得今年的竞争真的非常的激烈哦，所以太难预测了。有我的大学姐谢琼轩，然后还有大前辈李璇璇姐也合作蛮多次的，然后还有杨烈烈哥一直很疼我，然后还有有合作过的马利欧利欧哥啊，所以其实非常难预测，大家得都是实至名归。对，还有蔡二炮蔡大哥是。好，袁爱飞、李少杰，大家都是第一次入围，但是都表现得非常的亮眼。没错。嗯，你还是没有回答我，你觉得得奖的会是谁？蔡淑臻、曹燕豪，你们一定会得奖。因为他们真的表现得太好，而且我们都是试罪者、试罪帮的，所以我诚心的希望他们可以得奖。我也希望我可以从这个里面念出我们用酒干嘛点。还是说我们打开就念我们想念，然后念完我们就把纸吃掉。好，你吃一个，我吃一个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公正一点好，他们应该很紧张了。让我们来看一下戏剧节目女配角奖入围的有，戏剧节目女配角奖入围的有，李少杰，客家亲密客从，吴英田的好你嘞。客家电视台，李璇、朱继平，大林学校，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置业基金会，袁爱飞，我们不能是朋友，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，我要买可乐。你在外面有好多男人。蔡淑臻，试罪者，嘉阳电影有限公司。谢琼轩，苦力，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。哇，好紧张！我也好紧张，好想偷看你的。戏剧节目女配角奖得奖的是蔡淑臻，施罪者。角色诠释从容，凸显个人魅力，内在心境与表情动作之间的内化，展现对角色的认知与理解，节奏细节的掌握细腻，存在感十足。恭喜试罪者蔡淑臻。谢谢金钟奖，谢谢评审，这几次的入围给了我好大好大的鼓励。谢谢公视提供这样子多元的平台，所以让我们台湾的创作者有足够的空间伸展手脚。谢谢唐在阳先生给我这个机会，谢谢赖孟杰导演在我最不相信自己的时候相信了我，谢谢张亨儒导演支持我，允许我这个角色才可以长出血肉。谢谢谢谢我的家人，你们今天有来嗨，然后谢谢我工作上的家人，一零娱乐，谢谢你们这么多年的支持跟陪伴，我真的觉得我很幸运。我还要谢谢曾经给我机会的每一个人，因为有你们我才可以长成今天的我。我还要谢谢试罪者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这份荣耀与你们分享，谢谢。